支撑也扛不住。对，支撑也扛不住。再掉，人家再扛住。这啥用？你这立的歇住了。后边这俩立的立太近了，你知道吧？这三个立的间距不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朱香菜农。今天是12月26号，现在的室外气温比较低，-5-6度。咱们把这块地啊进行一次深翻，我们这儿呢叫离旱筏。有人会问啊，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天寒地冻的天气去犁地？因为啊，明年在这一块地要种红薯，趁着这个寒冷啊，咱们把地翻起来，让这个土壤啊更蓬松，一些越冬的地下害虫啊和一些有害病菌啊就会被冻死。还有一点就是地上的有机质啊，咱们把它翻到地下啊，一些秸秆啊什么东西的翻到地下，加速它的腐烂，到明年种红薯的时候啊就不再用农药了。这样的话啊，种出来的红薯啊就是高品质的红薯。其实这种寒冷啊也是一种农食，冬天翻地啊自古就有啊，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，也是抢农时啊有效的利用自然吧。下面咱去看一下啊，这块地犁的怎么样了，犁的有多深。现在的土壤上行还可以，这个土壤比较湿润，看这块土块就冻上了，这刚犁过去。咱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啊，冻得越狠越好，这样的话一些地下害虫和一些病菌啊就会被冻死，到明年的话啊这个土壤就会更肥沃。这个深度还可以吧，差不多30多公分。